日常生活中应该要安怎修行？在日常的生活中，修行是要怎修？眼见色，耳闻声，看得真清楚，听得真清楚，心内安怎如如不动，无梦想啊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离开梦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起心动念是真心，起心动念、分别、执着是妄心。修行是要怎么修？只是把这妄心放下，用真心，用真心才会开悟，用妄心拢会是烦恼。后面年代起来，贪嗔痴慢疑全部拢嘛起来了。科学家甲咱讲，整个宇宙星罗万象，这不是真的。你看，昨已经过去了，未过来了。这一小时过去了，嘛未过来了。这不是真的，假啊！真的应该永远在咱面前。所以光阴嘛，一分一秒过去了，咱感觉到实际上整个宇宙就是一秒一秒、一分一分的行过去了，亲像咱咧演电影同款的，过去这旧式的，大家用这个软片的，你来看一张一张的，伫机器播放的时阵，那像是真的啊。实际上都是一张一张过去了，过去都未搁再用软片转来了。佛经上甲咱讲，整个宇宙间的生命，就那甲你咧演电影是同款的，一秒钟有偌侪摆呢？成要偌侪摆？32亿亿千年。32亿啊，所以单位是一千年，100乘10万，32亿一千年，呀，紧的，这个速度，你来怎样讲也是假。细心去观察，你若讲无去个观察，观察就是看破啦，你无办法放下。你未向修行，这是事实真相，根本伊都无存在，物质环境也无存在，人这环境嘛无存在，这是《佛地大乘经》上甲咱讲的啊，这叫做什么呢？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你若会当入这个境界，看到这个境界，是根本都无存在咯。所以咱或者幻觉啊，欺骗去咯，也最讲伊也是真实的。起心动念、分别、执着啊，对这个境界内底起来啊，这叫做自业啊。业有善恶，善业感善报，恶业就是感恶报。今仔日咱来看这个宇宙，在咱遮做是什么原因呢？自不善业啊，所感的啊，不是讲无原因呢。咱都要用什么款心态？爱用。佛教咱的，咱用真心来接待，真心建设闻声，不起心啊，不动念，
不分别不执着，那就是真心。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那就是智慧。自性内底本来有的智慧，智慧不是对外口来，是对家定慧三学。定功愈深，智慧就愈大。伊啊，是自性内底本有的啊。所以经是不是爱去学呢？古人伫咧讲的啊，读书轻便，记忆自见。佛法嘛是安尼生，一部经念到一定的时阵，忽然大悟，全部都明白咯。这个明白明了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全部明了咯。究竟圆满的明了，是大乘佛法。障碍呀，咱一步拢打未着。障碍是甚物？妄念啊！若阮接触了顶境界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麻烦都伫即地。相信佛讲的啊，佛袂骗人，一点也无错。诸生圆圆满满，甲记起诸佛。未来诸佛完全拢同款，完全拢具足，无一项你无的啊！你安怎找回来呢？看破放下，对找回来，唔肯放下，唔肯看破，你永远拢嘛找无。关于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多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心，同生极乐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